大家周日好，昨天还热的呀，坐在外头热死了，今天就降温了，估计昨天是最后一天坐在外头吃饭了。看这个天，下个星期一个星期都要下雨，德国的雨季要到了。都说德国的冬天会干，其实错了，德国的冬天很湿的，几乎见不着太阳，然后湿度又特别高，它不是下雪，是下雨。就是作为北方的人，就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冬天不应该下雪吗？对，他们也就下了一两场雪，然后呢就一直下雨，下雨是常事儿。我们现在去买蛋糕，老公发小的儿子跟他女朋友两个人马上到我们家来，4点钟。所以呢下午也不知道招待啥，所以我说去买那家的 Happy Baker 他家的蛋糕，哎呀超好吃。他家的蛋糕啊做的什么提拉米苏啊，还有那种奶油可浓了。哇，这他家的这个可漂亮了。哇哦，这是土耳其呀、啊、好吃的不得了。哇，这个好大。啊，没吃饱呀。啊，还要吃吗？我们家的客人还没来呢，都四点二十五了。哦，要吃饭呢，给他倒上吃的，他就拼命在那吃了。哎呀呀呀呀，这吃的呀！明天就15度啦。嗯，过来。嗯，过来过来过来，跳上来。咦，来了吧？哎呦，哎呦，哎呦，嗯，开心的吧？嗯。哎呀呀呀呀！看这个猫干啥去了？它不会躺在这上面睡吧？你干什么呀？它往腿上跑走了。来，我给你这个放上去，你到那上面睡去吧。嗯，去吧 ，get Schlafenplatz 睡觉的地方，去吧。你不睡吗？嗯？看什么？你在睡觉呢？嗯？这个是我们上次坐飞机的时候给的，汉莎公司给的巧克力。这个巧克力的，我老公说还不错呢。它这个巧克力还挺好吃的呢，一共就4颗星，妈呀！他们来了，来了晚了一个半小时，我的个天哪！现在回去了，他们还要开车把小孩子送走，是他女朋友家的小孩，哎呀，好可爱，这个小女孩，6岁了。我老公现在在做。叫什么的 Currywurst 中文叫咖喱香肠。这放的是这个咖喱粉，然后呢放的是番茄酱。哎呀妈呀，今天晚上吃香肠。哎呀，这个烤好了，放到锅里头煎的，因为外头下大雨。哟，妈呀！好，好好好，还有两根。
他没有拿盘子，闺女。他是拿有盘子吗？他是拿这个碗。你看。这个碗不就是吗 ？Wir nehmen diese zu essen。啊 ？Mit Soße。Currywur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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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老好。Hast du noch nie Currywurst gegessen? Nein. Nein?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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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 因为我不怎么那个嘛。你咋可能没吃过呢？就是三个人每人一根呗，你看，三个盘子。Wir müssen nachher noch mehr Würstchen machen. 啊哈。在外面卖六欧一份。Deswegen lassen wir die. 六欧一份。就剩下鸡翅啥的，怎么我们总爱吃？你要让我自己去买，我不买，想回来跟你们一起吃可以。对。爹妈子去、哎，我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掉了一条线，给它拉回来了。现在开始这个，把这个酱汁儿，老公汁，老公酱汁儿上。嗯。Ich brauche nicht zu viel, okay? Das ist meine, okay? Okay, dann kriegst du weniger. 这个是我的。Okay, dann genug.Das muss、Gott. So sein. Ja. Ja. Mach ein bisschen mit dem kleineren. Nein, das ist zu groß. Nimm die Seite. Ist dann so. Kann man nämlich hier so. Ach so, so, so. Okay, dann kann ich, kann ich, kann ich. Kind, wie viel? Normal. Das ist Garlifen. Ja. Okay, la, okay. Okay, la, okay, la. Zu Fan, zu Fan. 对，然后配上这个面包，在土耳其，那个就是 Happy Baker 买的。一块钱一个，还有可软和的面包，跟国内那种大饼似的。Bon appetit! Bon appetit! 这就是我们的晚饭。看这个就是他发小的儿子，他在这个啤酒厂里头上班，送过来的。煮了六个玉米，等会开始吃掉它，吃一点。大家看这是啥一个蜗牛啊这个花蜗牛。Die geht nicht weg. 老公是给他拽拽不掉。他吸得可紧了。使劲使劲。Mehr Power. Nee, dann reißt's ab. Das ist auch eklig. Nee, die wird nicht. Das ist eklig. 这个蜗牛真是气死人了。玉米煮好了，开始啃啦！要把这个就是坏的地方别啃它。嗯，